美丽的金针花除了供大家欣赏之外，花蕾还可以当作食材。这些金针从采收到烹煮之间到底历经了哪些过程？如何才能在市面上买到符合食安标准的金针？一旦把金针买回来，可以做出哪些料理呢？接下来的影片将会一一做解答哦。每年到了夏天，在花莲富里乡的六十担山，总是可以欣赏到一大片黄澄澄的美丽花海。许多民众穿梭在金针花丛中，争相拍下留念的照片。金针别名萱草或是忘忧草，又称作母亲花，绽放的花朵可以用来欣赏，而花蕾则是可以当作家常料理的食材。此外，金针花还有一日美人的称呼，顾名思义就是花朵在早上绽放，晚上就会枯萎，若要当作食材，就必须赶在金针花开花之前采收完成。我们在采收金针的过程当中，我们所采的是一日花，一日花的大小，而且它的颜色是金黄色又比较大。我们采收完了以后，我们还要去烘干，烘干完了以后，我们还要去做料理，然后去做一些菜之类的。将采收完成的金针花做干制的过程，为何不采用传统日晒法，而是用烘干的呢？其实原因在于，日晒之后，为了防止金针花变黑，常常都要加入超量的二氧化硫漂白剂，如此一来就很容易造成食品安全的疑虑。因此，我们这次特别请到六十担山永续发展协会理事长萧文龙先生来为大家示范金针花的烘干过程。金针从采收回来，它就直接把它放到干燥室里面做烘干的动作。我们刚放进去的时候，温度不能太高，大概在50度到60度之间。然后，因为你长时间的烘焙下来，它一定有某些地方不均匀。那你不均匀的时候，大概烘焙了20几个小时的时候，要去做一只翻转的动作，让金针它干制的时候可以比较平均。那它大概要历经大概48个小时，2天左右，它金针会完全的干燥完成。然后干燥完成以后，我们再把它装成这种大包装装起来，然后等到客户需要的时候，我们再做成小包装。在制作成小包装的同时，我们看到萧理事长在每个包装上贴了一个圆形的贴纸。一次抽验30公克到50公克，一样送到宜兰科技大学去做一种二氧化硫的检测。那你这样二氧化硫的检测呢，一定要在符合4000 ppm 以内，你才能取得台湾金针的 logo 的那个安全标章。听完了理事长的介绍，便能了解到这个台湾金针的标章可说是我们在选购金针时一项非常重要的参考凭证呢。目前在市面上大致可以见到3种金针，第一种是传统金针，又称作红金针，采用泡药日晒法制成，二氧化硫漂白剂超过了安全范围。第二种是安全金针，虽然在烘干过程之前有加入二氧化硫去熏制，但含量是合乎安全范围的。第三种是无硫金针，采用低温烘干法制成，完全不含二氧化硫等添加物，使用时可直接烹煮。那么我们在市面上采购金针时，到底该如何分辨这些不同安全范围的金针呢？现在就请台湾金针协会理事长黄秀娥女士来告诉我们。那我为各位介绍一下我们的，一般来讲我们如何选购金针。那我们在市场上可能看到传统金针，就是我们传统做法的话，它是浸泡有硫酸氢钠的金针，它可能看起来会比较红一点，它的二氧化硫含硫量比较高的，那它会呈现比较橘红色。那在左手这个是无硫金针，然后它会呈现比较褐色，外观上没有那么鲜艳。若要分辨无硫金针与安全金针的区别，可以将金针花的花蕾剥开，无硫金针的花蕊呈现黑色，而安全金针的花蕊则是呈现褐色。
在选购金针的小包装时，包装正面的台湾金针标章以及背面的成分标示，也都是需要多加留意的部分。至于金针含有哪些营养素呢？这次我们请彩虹生技的执行长于静芳营养师来做一个分享。那你看金针它的颜色是属于就黄红类的，所以有它有很多的类胡萝卜素。类胡萝卜素在体内会转换成维他命 A， 对我们的皮肤健康还有我们的眼睛视觉这边都相当有一个功效。原花青素的部分就是可以让我们心血管得到一个保健的一个功效。既然金针含有多种有益健康的营养素，那么我们不妨将它制作成各式创意料理。这次我们特别请到台菜小天王温国志主厨来为大家示范蛋酥五柳金针这道料理的做法。首先必须将红萝卜丝与肉丝拌炒均匀。好了之后呢，我们把这个豆芽，好，把它摆下来哈。豆芽，还有我们的这个金针，好。好，接下来我们现在把调料加下哈，酱油，好，酱油先出一下热锅哈，两大匙的酱油，一大匙的油膏哈，哎，还有我们少许的糖。好，摆下来之后呢，我们把它拌炒均匀哈，让这个蔬菜哈跟金针哈拌匀。好，韭菜是配色哈，也增加一个香气哈。最后呢，我们再把这个葱花还有香菜，好，把它摆下哈。好，最后呢，我们这个蛋酥哈，摆一些下来，好，让它在里面可以吃到这个蛋酥的一个味道哈。好，这样我们的这个蛋酥五柳金针就完成了，我们把它取出盛盘哈。像这样健康又富含营养素的金针创意料理，在家里也可以试着做做看哦。当然，金针创意料理还不只是这些呢。将鸡腿肉穿烫后与切块的地瓜一起焖煮而成的金萱地瓜鸡，将爆香的姜丝、酸笋与香菇加入枸杞与金针一起拌炒而成的酸笋忘忧草，将腌制的鸡腿肉煎到酥脆后，再用无硫金针拌炒而成的无硫金萱鸡，这些料理全都是健康又美味的哦。对了对了，最后别忘了还有这个香甜美味的金针冰棒，吃了保证全身透清凉哦。金针是个富含营养素的食材，选购时记得要认清台湾金针标章与成分标示，才能吃得健康，吃得安心哦。Produced by Kyoshi Studio.